The Nest。大家好，我们来上，欢迎回来 Minecraft。你终于回来了 ，Yes。然后今天我们将要出去探险了，要到处看看世界，所以我就把东西全部收收起来先，最重要的，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然后我们准备出去外面探险。还有我们在哪一？拿骨头、鱼，万一我们遇到狗和猫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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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猫不要吵 ，OK， 就这样，应该有了全部东西。猫，你在家里啊？你不要乱跑。好像有点亮亮这样。OK， 不用紧。给你们看我的家先，这个有人讲要做铁的，我过再做，因为我不够材料。猫，你坐在这边，啊，哎呦，我这边做一半，不仅我放多几个，请稍等，请稍等，到底什么问题？什么问题 ？Video control。Balance Fast 感觉比较好耶、yeah, 很好，我们比较快乐。 OK， 我的这个1 2 3 4 Oh boy， 我这边过再做，你看我的楼上极美，不错啊，看起来又有木又有石头，我过再弄给它漂亮一点点。我们过再继续扩展我们的屋子，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做。我们现在去看看我的世界四周围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想养猪，可是我没有 carrot。我们应该往哪里发展呢？我们去找一只狗要吗 ？Yeah，let's go。看这边有什么，我想去找一个乡村，看这边有什么吧。 Oh shit， Oh spider， No， Oh， 给我还有只刀。 Oh shit， Oh shit， Oh shit， shit shit， 啊，痛，不错不错，不要过来，我跟你们讲，猪猪，走开，这边危险。哎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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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哎，别生气，不要 ，come on man， 过来喂，阿弟。阿弟，怎么你下去？爆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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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炸我狗哥呀！喂！呜呼！蜘蛛，你还没有死的，你这样顶啊！我来喽！哇哇哇！啊哦！痛 ！Go go go go！ 啊 ，yes！Hello， 你下去了吗？我累啊。Go go， 喂 ，shit， 你逼我下来山洞。Oh boy，yes， iron。有水在那边，不要过来！哎呀 ，stop 一下，我太累了。Back again。OK， 非常好，比较 smooth 了。OK， 我们
哦，乖，我的狗诶。No， 江神，老，这什么东来啊？哎，我的狗，不行，我们来挖这个。呜呼 ，Iron， 我们拿这个等下做铁门。A zombie， what's up？ 哎，我的狗外面，我的狗外面。奥迪，奥迪，奥迪，奥迪 ！Come on， man， 骨头味，我有骨头味。不要掉进那个洞去了，我过来这边。啊，来过来。过来 ，Hello， Yes， 有浪费了两个 ，Come on man， Yes， Yeah， 阿迪，有了一只狗，好开心 ，Come on 阿迪，哇，真。给我不小心找到一只狗，非常开心，终于有一只狗了，呜，好美好美好美！现在我们挖这个，做很多那衣服啊，嘿，快挖快挖，挖怎么？我找春。找一个，哇！这里，我来了，保护我，保护我，呜！阿弟，果然我的狗，喂，不要杀我的狗！哇，哇，太好了！来来，乖乖乖，给你吃骨头，呜！我可以给它吃肉嘛？来，我们一起吃肉。你要肉吗？那。给你吃肉啊 ，love love， 给啊给啊给啊，走啊走啊，这边危险。喂，你可以走开吗？找点开心先。我回家，不要打我。喂喂喂！呜！耶！果然。保护我很多次啊，好开心。喂，你下来的时候小心啊，奥迪。哇！来啊！今晚晚上啊，去去去去去！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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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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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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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幸亏我家不远，快点回家，快回家，快回家，快点回家，跑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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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幸亏我有后面门，耶，狗狗哎，嗨。Come on， 来，进来。你还有我的猫猫在那边坐着。我要介绍你一个朋友，哈啦，做朋友，快点。回家先，回家先。哇，很累 ，shit， 对不起大家。进来，算了。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我 try 调给他比较不 lag， 可是好像还是蛮 lag 的，所以对不起大家，如果你们看到很不舒服，对不起。我的狗狗进来了，请坐。那你顾这个门，然后你
啊，你到处跑了，随便啊，随便找找就可以了。我们现在来烧这个铁吧，刚才我们找到的22粒。OK， 然后看来我的食物不是很够了，我这样我收回一些这些东西，没有需要到的都可以收回，然后再打算。OK， 卫生纸够再用。OK， 做一下火把，我们等下早上的时候再去探险。这样 ，OK， 1、2、3、4、5、6、7、8、9 ，OK， 这边再拿这些铁来做衣服，美美的衣，哎，不能在这边做，还是要做门先。我觉得我们做门先，做门，门要，可以，对啊，要做两个铁门。收起来先，好像要蛮多的。我们等这个烧完，我们去跟狗狗玩。Hello， 阿弟 ，Come on， 两个做朋友来。阿弟，这个是啊，黑油跟阿弟。哦，有以前我一只猫叫哦油，它黑色全部。OK 啦，等着那个烧着的时候，我们上来看看风景。So beautiful！ 哇，你看，全部都是抽人在外面。嗯，蜘蛛，好大只的蜘蛛。哇，在那边看风景，漂亮。这边也可以看，太满意了。过后我要做一个客厅，要做，当然是要买电视机啊，一个家没有电视机，只要顶吗？好，现在暂时在这边睡觉先。现在一大清早，我们要去找乡村，可是我不知道怎样找啊，哎。Hello， 猫猫，又在坐在我这边上面。哦，我们去看我们的稻田一下，非常好，很漂亮，放着啦。哎，不要挡我。OK， 现在让我们准备去，哎，我这个还没烧好，你走开嘛你。哎，我没有在你座位上面。14个，呜，超多。我们就可以做我们的铁门。哒啦，哇哦，好漂亮。可是听说铁门，我们先做一个。很多声音啊，听得很不是很。狗狗出来保护我，保护我啊！哇哇哇哇哇！救我，狗狗，你在哪里？呜！我就知道了。Leg 啊！耶！铁门。哦。哇，很配啊，颜色。哇，要敲多久才能敲破？好像是需要那个按钮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叫 pressure plate 啊？ Back to game， 有没有比较好？有没有比较好？哦，有点 smooth 啊。OK， 看来有一点比较好了。我们现在要做那个 pressure plate， 怎样做呢？我不知道怎样做，可是我们一起学习哦，因为也是我第一次嘛，对吗？2粒啊，还是3粒？
啊哈，看到吗？我灰的哦。啊，好像是要两个啊。要放这个 ，OK。应该是这样啦，应该是这样啦。因为我看过一些人 YouTube video。哒啦，然后 pressure plate 啊，放哪里啊？放地上啊，放地上直接踏过，直接开比较好啊、哦，是吧？还是放在门？叮咚，不紧，放地上，放这个。哎 ，Oh my gosh， 到底要怎么做 ？Shit， 好像是需要把灯，是吧？改了啦。How to open iron door Minecraft? Voila. To open your iron door, make sure you place two pressure plates. One pressure plate on the outside. Pressure plate. 看见没有？怎样？我想开。Oh, okay.Hello， 直接破掉啊 ！Shit！Oh my gosh！ 要请稍等，对不起，我的经验太丰富了。难道这样打你又出一气咩 ？Oh my gosh！ 哦、oh, ，OK， 有这个，把这个放这边，做一粒 button， yes。把灯放里 ，OK 这样。哦、oh! ，只能开一个、啊，我又要跑回去。Oh gosh！ 可以走开吗？我今天心情不是很好。Go away. Oh you, to me. 老，来来来，吃鱼吃鱼，过来过来，要吃鱼吗 ？Hello. 猫过来，过来，你不要再跑一下，不要跑一下。OK. 啊啊啊啊啊啊啊！我的木，我的木，我的木。我的木，啊，有三粒，把它放这边，啊，我这座三粒准准美美啊 ，OK， 放这边，啊，哎，我两个门一起盖 ，Oh shit， 酸了酸了，要这样就酸了。耶、yeah. ，OK， 完成了我们的铁门，浪费了很多东西，很多时间，对不起大家。我们来做裤子，嗯，这是帽子哎。OK， 足够做一个帽裤子罢了。OK， 哦，少了鞋子 ，OK， 过后再做鞋子。好 ，OK， 现在要怎么？哦，还有两个门，把收起来，然后这个手一个起来，这个收起来，收起来。OK， 我们可以准备出发了。再做多一点点这个东西。哎，嗯 ，OK， 做这个出来，然后再做，还需要什么？需要多一个这个 ，OK， 完美。现在我们可以出发了。猫，你们全部好好顾家 ，OK。进来，进来，进来，猫。OK， 全部在家里啊，你们不要乱跑啊。拜拜 ，Hello， 拜拜。OK， 现在我们要去。找乡村
这时候开始一个新的旅程。哇哦 ！Oh my god， 有点恐怖哎。可是为了新的旅程，我们还是要去。要讲好，不跟我讲没有 save 到啊。Oh, I'm back. 喂，你们出来这么，还是铁门啊 ？OK， 还是铁门。大家，我们现在要去探险了，可是有点迟，我不知道怎样好。勇敢的冲吧 ，YOLO！ 听说乡村是在沙漠地带，大多数是沙漠地带。我觉得要找乡村是需要船呐、啊。哇，大家，嗨，有点危险啊！我觉得我们需要进上去了。喂，喂，喂，我们还是在上面过一个月，过一个夜。OK， 安全。哦，那看到我的家灯塔。OK 咯，就这样咯。嗯。大家，我觉得这一集到此为止。下集我们将会去找村庄，希望能够找到。我会坐一个船，然后到处走去找村庄。就这样，下集再见。下集应该是下星期，我会做快一点。谢谢大家一直收看我的 Minecraft， 和平处。呼